我愿为你守候，就让爱的最美在2012。阿妈雄雄甲大家叫来讲妈听，唔知阁有啥物代志要宣布啊？今嘛我逐天提心吊胆，就惊伟明的心会瘪空。伟明阁唔好好振作，害我这么烦恼。希望等一下，卖发生我无多处理的状况。妈，你今日就叫我回来，是有什么重要代志？好文，拄只王副董已经来甲总裁讲王明赛代志。跟我讲，是不是真正有跟大秀有做伙会过？还佫有生一个后生？唔对，既然佮是事实，先做咪加讲这样代志。妈，你是莫生气啦，这个拢过去的代志，我不跟你讲。我就是不敢让你受到刺激了。既然这个是事实，阿明都能带回来，能够禀报咱的祖先，囡仔嘛会做咱当家的人，唔免伫外口做幽魂啊。现在情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。当初我小时候做伙，我的感情真的很好，后来我发生意外，就跟他母亲失事，没人知道我的行动。他说方为了要照顾他母亲，就跟他结婚了。国方结婚，我这是什么情形啊？所以我拄则唔只讲，即摆代志有较复杂一寡，唔是我想要娶就会当娶的啦。但我总是爱顾虑着伊的感受嘛。妈，还是等过一阵啊，我再去问我媳妇甲各方伊的想法，好吧？啊，不过无去的囡仔。妈是等大家子孙啊，妈，先别艰苦啦，迄个时阵巧意外了后，刚有找到迄个囡仔，但不过囡仔都已经死啊，我刚就将伊安搭伫个灵骨塔内底，啊，这三十年来，伊妈一直都有去拜。都是命，我的可怜的孙，啊你，你给我个好命，你的大母后面的孙代志，你命都也袂好，你命也无够好。还是你会做该有吧？有啦，我今麦在笑。应该哦，还逼迫咱来祖先，我是不是要回得人台？你可以去逼迫，你可以去逼迫。这个点票。
咱家祖先在上，子孙陈浩文有好心流落在我，想要将伊遗骨请回来，为神做鬼宗。神道顶只会先生一位，假使讲祖先若是同意，就请赐我一个神位。想袂清楚嘞，我来问啦。当家祖先在上，孝文的囝，伫外口做高分了，有分正。是要请回来咱大家，祖先若是答应，赐我一杯。天师，这件大事，那是讲不要咱的事先天师，请恕我一杯。先不要啦，为民，迄、那个囡仔是你无缘的小弟啦，你来请示。你马上就要跟天师结婚啊，算起来也是阮家的一份子，你敢愿意试看卖？爸，就算讲少强跟天师结婚，伊嘛是受苦啊。搁再讲呐，伊若真正叫天师招，嘛是受力，哪有互外人来问的道理？我就感觉我跟少强啊，足有缘的呀。少强，若是你袂敢硬叫，
咱愿意听我问看嘛。从阿姑你要坚持，我愿意试看嘛。等我祖先在上，虽然讲我不是当家的人，但是有麻烦，也请你莫见怪。阿姑陈浩文，我等家的子孙流落在我，为了要等家，我都真正一家团圆，莫有等家的子孙流落在我，也请你完成一切心愿。多谢您，等家祖先，多谢。我平常是等家子孙的，连我都抱不背啊。许少强只是一个外人，伊哪会抱我呢？那是许少强去抱着新辈，伊也不是杜英奇啊，那是抱着我。少强啊！哦，妈，阿妈，现在看你跟我做神人，足有缘呢。可是你那是欠。你看好一起请那个姨奶都回来好不好？好啊，没问题。许少强这受伤没多久，哪有可能好这么紧？就算我用新研发的药啊，也不可能这么紧啊。我刚才看过英奇是这款情形，他竟然同款，敢说敢说他怎么这样？不行的，我不应该去黑白乱游，我要赶紧想办法不清楚这到底是怎样。那许少强是不是对起？看伊是不是有听感冒就知影。哦，原来是你哦。我阁想讲是谁呢？柯总诶，我看恁公司应该是要倒啦。要若无恁哪有这么侪员工，逐工走来遮白给阿妈？太姐，我是真重要代志要找阿妈，伊毋是参详你他所讲安尼，我是来白给。阿玲，我虽然讲阿妈有悔啊，阿毋过真真讲，谁对是真心诶，谁是假，伊拢分得出来。好啦，那你要再看你的真心，会当维持多久？啊，要过去找天星啊、哦！才几分钟无看到，就这么想伊哦？啊，你这么念伊，我看你归去就给伊叫改姓，叫做李少强啦。啊，无你即摆是安怎？听你讲这的话，你是搁在想我哦？我看你最近跟陈伟明感情袂歹啊，而且我嘛已经偏心啊，咱两个绝对无可能。你想看卖有其他的想法？请你卖想看会起你家己。你想讲你是什么天王偶像，所有查某囡仔看到你就去杀着你？我已经看清楚你的真面目啊，我袂阁叫你骗去啊。顺便跟你讲一声，文娟阿姨有订报，要你上新买李天星家。既然你要找天心，麻烦你卡口吃，啊那无，我伫这片的中药庙，片个叫咩土？